没有行动，尤其在南海那个时候，中国大陆占菲律宾的岛屿，美国只有讲话而已。所以很多人觉得美国如果只占菲律宾岛屿，那是我们的岛屿。对对，那不是菲律宾岛屿。请问你所谓的我们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？中华民国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是这样，都一样。因为那是1947年的时候，是在美国的援助的协助下，我们对这些岛屿进行收复。美国跟菲律宾有防御协定，对不对？